第一首主打歌都还没打完呢，我的唱黑公司就倒闭了，所以都没这个机会，都为了辗转呢，就去了拍拍广告啊，都无所事事。后来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临，就让我拍了在我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一部的电视剧，就是《天龙八部》啊。说到这《天龙八部》，那些年纪都不小。对，那个十几年了啊，就这样跟大家认识了十几年，也是算是一个缘分，也是一个奇迹。所以后来事业上面也算是蛮顺利，也蛮顺畅。后来终于给我遇到另外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小小的高潮，就是在唱片方面的一个突破。我当时有唱一首歌，那首歌叫做。啊，行行知道吗？啊，那次要比较年轻了，要最近的事情来了啊。说爱海涛涛那个就是真的是我的歌友了啊。所以现在要送给你们的，就是我那首歌，叫做《爱海涛涛》。